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到了中正区，然后去肉球森林，爱猫爱狐獴爱大嘴鸟。如果大家真的要来的话，有两个方法，第一就是早一天，最少要一天之前在网络上预约；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看你运气咯，就是如果刚好有客人的预约他没有来到的话，都可以临时来报名的。哦，胡歌很难拍。哥哥，你去。那哥。我们只是主要来吃东西，就是很像那个企鹅，然后加上大杯子那个搅拌棒，汤匙搅拌棒，上面是猫咪，它会一直跳跳跳，超可爱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坐的位置是可以直接看鸟的区域。哇，这个很厚，厚到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吃。我也是，我就压。嗯，这个你可以吃哦。而且哥哥的嘴巴真的很大。你觉得？吃东西边看一下大便。看起来超好吃的，虾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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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虾，这个要500多，很特别的味道，因为我没吃过这种酱。这是什么酱？我不知道。然后它有一点辣辣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是我们香港吃那个鱼丸，辣鱼丸的那个味道，是吗？是，这其实它是另外一种麻辣。哇，好辣！蒙辣咸西口，咸西口，蒙辣咸西口。我们常常这样，是不是长得很好？没有，对，就是你做一件事情，但是你做到两样。对哦，为什么？就是你去摸它的时候，这是台语，你可以摸它，然后就可以洗。哦，哇，他帮我解释得很清楚，因为我在想说我要怎么解释。不是奇怪，两个东西为什么同时间发生 ？Hello， 知不知啊？想要那个猫猫坐在我们的位置旁边。它不是离我们，是因为旁边有声音的。很像豹，帅气，很漂亮，很帅。然后可是，其实它是一个很温驯的猫咪，可是看起来超凶的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的猫咪啊，跟小动物、啊、真的算是蛮收手的。对猫来讲，我觉得也很收手。你在露露。你去哪里？金马。那么。我操。有团圆。你为什么不理我们？真的。哦，睡觉。先睡觉。也不要把它抱起来，他这个声音就很不爽。谁？
哇，那他们两个是会自己主动跑在这边打架？这是擂台吗？这样打架你就回来，对，比较舒服。好吧，没事哈，出门了。很忙。嗯，如果你一直打，还觉得头会痛。这样子。哇，真的会去我的鼻孔哎。喜欢鼻孔，要什么都给他。这边叫舒服的。那他们也喜欢被拍屁屁吗？又抓的，嗯，抓的，哦，拍的。嗯，好可爱。就是这个声音，就是在就是打架、准备吵架啊，不用没关系。但是不会，他们怕他们受伤吗？他们自己打架玩，我绝对不会受伤。他们不会这样子去伤害对方。好啦，不要生气。好啦。哎呦，哎，哦，掉下擂台了，你输了。通常外面门在开的时候，他们就过去。哦，没错，因为他想看看外面。好可爱。好。接着。好可爱呀、啊！是不是打两次嘞？一次大嘴鸟，是不是？我要拍这个最好笑的过程，他真的好喜欢。我可以抱着啊，看你。哎呦，你这样子。好奇宝宝。哦，爽爽的。哎呦！要走。猫咪是什么状态？你棉花糖，像它脚板，脚。棉花糖。完全是。